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08集的节目。我知道呢，有很多朋友呢希望我先做哪个哪个玩具，或者是先做哪个哪个的开箱，但是因为我手边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多，那有一些呢除了是厂商提供的测评件，那也有一些呢是朋友呢热心提供给我们做节目，不管是送给我或是借给我。 Anyway， 我承受着各方面的一个大家没有给我压力，可是我自己必须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时间点。所以的话呢，今天的话呢，无论如何呢必须先跳出 Kingdom 或跳出一些即将要大货即将上市的一些玩具，我来做一款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是网飞和变形金刚联名款的一个 Bumblebee。 这款玩具现在价格非常的高，足足是原价的3倍左右。我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也是有买的，后来因为我这个代购的时候呢数量算错，我只好把我那一组呢也出给了别人，那变成是我自己没有 Bumblebee。 那这个故事呢我已经有跟这个节目里头聊过，那有一位台湾的一个变形金刚同好呢就愿意呢稍微的提供一下他手边的几款网飞的玩具呢给我做一个开箱，其中一款呢就包括了这一个，目前呢台币大概要2300块钱才能够买得到的 Deluxe Class 的 Bumblebee。 那也有朋友说啊不需要追高，他会推出日版，那没有关系，日版推出的时候呢我也会把它给收回来，因为它的形象呢实在是太过经典了。尽管呢它是拿了先前同样是这个是地球崛起的这个 Crude Jumper 飞过山吧，那这个模具的变形是完全一样，但是它改了之后呢就主要是变成一个金龟车的造型，后面这个地方还有前面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修改之后的玩具就显得非常的经典了。那车窗一样是一个水蓝色，面部的话呢是一个属于偏 G1 风格银色的面雕，眼珠的话呢好像有点偏黄啊，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蓝色，大黄蜂的一个眼珠什么颜色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他的手上的这个炮啊感觉比较铁灰一点点，飞过山的话就感觉是比较亮银色的一些，所以以这金属质感来讲的话这次的大黄蜂是比较好的。那他身上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当然是可以取下来，那这个武器呢拆下之后呢在车形态下呢也是有一个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啊，是可以放在一旁的，但是今天的话呢这个我们主要就是给各位展示它的一个变形而已了啊。那这些部件呢都可以取下来，那大黄蜂的话呢拿个小枪还行吧啊，拿个那么大的火箭炮我是觉得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那么一个协调啊，因为你是正太而已啊，如果你是萝莉拿重兵器的话呢我可能还觉得有点性感啊，正太就不要拿这个大型火炮了啊。那后面的这个龟壳的话呢是可以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可以充当是一门盾，但是呢我个人的话呢是不要说200%了啊，我只是100%的不喜欢把它这个东西拿下来拿来手上当盾，因为大黄蜂还是一样，你是一个侦察兵就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重型的一个盾，而且背后空这么一块就非常不像大黄蜂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除非变形了不然我还是会选择把它给放在后面。那它的一个可动度的话呢头部的话呢是可以360度的转动的，但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非常的紧啊，手臂平举啊，额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这个地方是可以转动的，也是偏紧的一个手感。它的这个玩具其实很像 MP21 的一个感觉，非常的接近啊，拳头也是可以转动， MP21 的拳头是不能转的，我印象中是不能转的，脚的话呢是下半身腰是可以转动，然后这个地方是黑色部件上面去上黄漆啊，所以它感觉这个比较深沉一点，但是感觉比较厚重啊，也不赖。那脚的话呢就有一个接地啊，也有一个多重的一个膝盖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关节，那胸口没有佛牌标志啊，非常的奇怪啊，这个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也是非常精彩的变形过程啊，虽然很小啊，但是以低级的玩具来说呢我是说 Deluxe 等级来说呢，虽然它很狂很暴力啊，又很低级，但是它确实是一款不赖的玩具。手臂的话呢是做一个这样子打断的一个方向的变形，再来的话是把这个胸口这块挑出来，那胸口这一块挑出来的话呢没有问题，这个往上翻，往上翻啊，这个整个这个零件的一个松紧度的话呢我觉得跟这个飞过山非常的接近，但是这一块蓝色的凸啊要扣进这个洞啊
我个人觉得好像公差感觉有点奇怪啊，我要稍微压一下呢才能够推进去，反而是飞过山的话呢是不需要特别去用力就能够把它给压进去了啊。再来腿的话呢，把后面这块给打开，然后呢往前面翻出来之后呢，将轮胎往上面翻出来，这个部分这里也是一样的，脚后跟翻出来，轮胎推整之后轮胎翻过来，再来我们做一个腰部旋转180度这个动作。接下来就是呢怎么样呢，把整个下半身啊从这个地方整个地方往前面翻出去，那这个手臂这两个手臂部分就给往后面放了，往后面放过去，稍微手去转一下，你往后翻，手臂转到后面来，这样子手臂如此这般就转到后面去了，腿的话就往前面推过去就行，到这边是吧，然后呢再把腿的话呢给往前面过来，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洞的，跟前面这个凸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以变形的流畅度来讲的话呢，车人变车来说啊，除了压这一下要稍微压一下比较稍微施一点力之外呢，其他整个地方的密合程度啊还有这个松紧度的话呢，公差的话呢我觉得都比这个飞过山手感要来得舒服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那最后的话就把这个拳头两个洞给转正，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给推进去，然后这个两个手啊就握住这个武器啊，哦不对，握住这个车尾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就形成了一台非常漂亮的金龟车了啊。那这个缝隙的话呢就只能这么多了，我已经尽我的全力去做一个调整了，相较于人形一个胸前空洞啊没有博派标志，这个金龟车在这个地方显眼的位置上有个Autobot 的标志就显得顺眼的多，然后非常有良心的这个雨刷的部分上了一个银漆，那这个后照镜的话呢也遵照着一个真实的车辆，只有这一侧有啊，这一侧是没有的。那车子的一个流线型啊还有这个大小尺寸呢、啊、就一个非常袖珍的一个玩具，非常非常棒的一款包包饼，滚动性也很好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车子的这个里头的这个轮框啊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车商授权的关系吧啊，必须要做好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它这个车子有没有车商授权的一个，哎，好像没看到。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授权吧，只要你做的有诚意的话，我们就是给予一个加分了。车尾灯也是有一个涂装的。那么最后这些武器的话呢，因为说明书上面有提，我觉得还有点意思，我再讲一下好了啊。你也可以像这个 Cliff Jumper 的这个版本一样啊，把这两个支架的部分放在前轮，然后呢，两个炮呢是塞在侧边啊，从这个地方由下往上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在这，你也可以扣这样子。然后中间这个骨干呢安插在这里，那你也可以呢它这个说明书上面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方法，把这个部分给打开，然后两侧稍微打开一下，将手臂的话呢给往上面做一个翻折上来到这边来，这个翻折上来到这边，哎，成一个90度角翻成这样子，然后这个内部的话呢这个黑色这个凸啊就是稍微要用一点点小道具呢把它给抠出来，我小心的把它给翻出来啊，小心的把它给翻出来，好，这样子将它给解出来，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武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给做一个安插，我觉得这个方法的话呢还有点意思吧，感觉是从车子的内部的话呢伸出一门大炮的感觉，这个就当是一个武装的一个形态吧，我个人觉得还算有一点小创意吧，主要是后面这个地方啊，这样翻出来那个样子。那么呢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一集的话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网飞合并金刚联名的这个爆大黄蜂啊，非常非常难买到的玩具了啊，等日版推出的时候呢大家给我留言一下，我记得去把它给补完。那今天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